介绍的是长荣光电的最新产品 LED 招财进宝平板灯，以珍珠白烤漆创造出极简的设计风格。和一般传统的轻钢架灯不同的地方在于，灯具的两边皆有印上国际品牌 Evergreen 的 logo。高质感腰纹设计让灯具整体更增添了视觉上的立体感。壁炉外壳使用金属的材质，比起一般的塑胶材质散热性更佳。过去所使用的传统格栅灯重量大约为 4.4 公斤，而且在厚度上来说也比较厚，而长荣光电 LED 招财进宝平板灯的重量只有 2.13 公斤，等于是传统格栅灯的一半重量，更轻也更薄。招财进宝平板灯为40瓦，3200流明，染色性高达80以上，颜色不失真，适用在各种烧饭的空间，如办公室、餐厅或店面。Evergreen LED 招财进宝平板灯是最完美的照明产品，并为您省电省钱，节能环保爱地球。